大家好，这节课属于实战课程，很基础，很有用。WordPress 建站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 WordPress 点 com 的，那是平台建站；一种是 WordPress 点 org 的这种自选主机建站。因为点 com 那个平台建站比较简单，我们说的都是 WordPress 点 org 的这种方式建站。这种方式建站性价比很好。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容易出很多小问题，主要是出现在文件上传与目录对应上，这也是很多小白的痛点。这节课详细说一下这个话题。做一个网站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这几样东西：第一，WordPress 自身程序包，可以从 WordPress 点 org 官网下载；第二，WordPress 主题包。 可以购买正版，然后再下载。第三，主题的汉化包，这个可选。如果英文好的话，可以不用汉化，这个可以购买或者是自己翻译。第四，网站的主机，这个可以选国内的、国外的虚拟主机或者服务器都可以。第五，FTP 软件和主机的 FTP 权限，这个后面会讲到。第六，主机自带文件上传功能，这个有最好。 第二项，我们要看准，而且要正确识别网站的根目录，还有主题目录，还有主题的文件夹。这三个东西如果没弄好，安装非常容易出现问题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这个 h t d u c s 这个目录是网站的根目录，每个主机的根目录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先找到主机的根目录。 这也是网站域名的默认目录。这个目录里面有很多文件，比如网站的首页文件是 index .php，还有三个 WordPress 的目录文件夹。这个目录是存放 WordPress 主题的目录，比如阿瓦的主题的文件夹，或者是 BE 主题的文件夹。 还有四个默认 WordPress 主题的文件夹都在这里。这里不应该有文件，只有目录。每个目录对应着一个主题，相同的主题只能有一个。比如这里面不能有三个阿瓦达主题目录，比如说阿瓦达一是一个目录，阿瓦达二是个目录，阿瓦达三是个目录。想在 WordPress 里面安装多个阿瓦达主题，这样极容易出错。 如果想在一个主机上安装多个主题，这个方法我们在其他的教程里面有讲到过。这个目录是主题的目录，主题的目录里面文件和子目录会很多，其中这个目录是用来存放主题汉化文件的目录。 这个主题目录容易出现一个问题：我们下载的主题包，有的是主题完整包，有的是纯粹的主题包。这个主题完整包包含了纯粹的主题包，具体看演示。这个是纯粹的主题包，那个是完整的主题包。那我们这里应该是纯粹的主题包。完整包里边除了…… 纯粹的主题包之外，还有主题的说明文档、PSD 文件等等。重点说明，主题的文件包应该是这个纯粹的文件包，它是一个文件夹，文件夹里面有很多的主题的文件，差不多有一千六百个文件。阿瓦达主题和 BE 主题都有这么多。 关于 WordPress 网站准备和目录识别的讲解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继续。